1964年10月，一轮红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升起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，北京上演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，颂扬缔造新中国的革命历程。在毛泽东时代，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，可是我们怎能忘记过去的苦难，黑暗的旧中国，地是黑沉沉的地，天是黑沉沉的天。东方红使我们就是还是比较小的孩子吧，从一种文艺的感觉上感觉到，就大革命为什么开始，就是中国人民才苦难，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才生成了中国共产党，就是要解救这个老百姓出苦难。北方吹来誓言的风，东方红将毛泽东与世界革命先知并列神坛，马克思列宁已为人类描绘出乌托邦的理想远景。此时中国领导人对如何走向未来存在着分歧，而要想掌握未来，必先掌握历史的书写权。舞台上的历史掠去了众多的革命领袖，毛泽东独自带领人民走向胜利。从小的教育吧，就是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自己有一个幸福的生活，这些都是很庸俗的，都是那个很丢脸的事情。人生的真正的辉煌和幸福，是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业，贡献出自己的青春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在学校的音乐会上，我独唱过这一句，那唱得热泪盈眶。父亲呢，被国民党杀害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么母亲做过国民党的监狱，我也做过国民党的监狱。所以毛主席说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。那么这句话对于我来讲，就不是说教，就是事实。史诗《东方红》是中国革命的创世神话，它所体现的历史观和价值体系构成了培育新一代的文化土壤。我非常向往职业革命家，就是我不需要正常的职业，我不需要一个正常的家庭，我这一辈子就是为革命而奔走，这是最激昂最有光彩的一个人生的道路。我今天来回想这个东西，其实是一种不分种族不分时代的一种青春冲动。如果那个时候灌输给我的是某一种宗教的话，可能我就会皈依宗教。党是第一的，祖国是第一的，革命是第一的，你自己是什么？你自己什么都不是，你自己只是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的一份子，而你被这个事业排斥到外面，根本不允许你参加这个事业，你都不知道你这一辈子活着要干什么，当时一种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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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苦。东方红是我们参与的最大型的活动，我大概是10岁11岁，我们学校有20-30个学生去唱这个东方红，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学校合唱队的。有一次呢，排演之前呢，我爸爸就特别高兴，就是掩饰不住的笑。那个时候他是国家主席了，我爸爸就说今天有大喜事儿。刘婷的父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。1964年10月16日，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接见了东方红剧组。周恩来呢就宣布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这个原子弹。那么当时呢我们非常激动，要把我们这个台都跳塌了。3、2、1，起爆。都知道帝国主义之所以能欺负中国，是因为他们有比我们更先进的科学，更现代的技术。你自己就这么穷，对不起了，有原子弹了，可以踏踏实实的建设自己国家，谁来就给他一个。那今天我是想说，全世界都不应该有原子弹，在当时不是，那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就跟我们家有了个原子弹一样。中国不但有了原子弹，
还有一件外国没有的武器，国防部长林彪称之为精神原子弹，它比物质的原子弹要强得多，有用得多。这个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。林彪说，掌握精神原子弹只有我们办得到，这是我们专有的，帝国主义无法同我们比赛。看哪，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，个个兴高采烈，他们在倾听着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东方红最热烈的高潮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，它标志着世界革命的又一胜利。1964年在台下观看这一历史时刻的年轻人，不久将亲自登上历史舞台，为这场革命的未来而战。这场发端于文化领域的大革命，将把整个民族投入灾难的深渊，使千千万万人为之蒙难丧生。文化革命对中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，然而它的面目已经日益模糊不清。画面背后错综复杂的故事，讲述了一场革命如何兴起，又如何导致了革命理念本身的幻灭。文化革命中的激烈斗争，暴露出中共领导人由来已久的分歧。1958年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中国制定了新的宏伟目标。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，中国将以大跃进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。人民公社具有无比的优越性，能使粮食产量放卫星。千万座土高炉日夜大炼钢铁，要使工业生产超过英国，赶上美国。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坚信中国可以创造人间奇迹，不久却发现各种物品严重短缺。李锐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，他以直言赢得过毛的赞赏。我说你是在种过田，你怎么能够相信一亩地倒那么几万斤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我一共跟毛写过3封信，正式提出来不能再这么干了。还中央全会他大大的把我夸奖了一顿，所以我的意见很好。所以我在他那一段的顶点是上海四月会议，那会下来以后好多人就找我，哎呀你红得发紫了。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，毛泽东原想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偏差，但是当党内元老彭德怀尖锐地批评大跃进的错误时，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。他声称这